大家好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萨凡纳附近的泰比岛，这是个海岛，距离萨凡纳有20分钟的车程。我们在这4天里呢，来了这里2次，这里有沙滩，还可以看日落。小城市看起来人不多，很清静。家人也挺会做生意，傍晚把桌子支上卖东西。看这个小孩头上戴着海盗的帽子，他们这儿现在正在搞海盗节，就是这周是他们的海盗节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愿意自己到处溜达溜达，走走看看。这儿有一个很旧很旧的大铁锚，不知道是个雕塑呢，还是一个真的锚放在这儿呢。这个锚好像说是1849年的东西。一看就是海边小城市。看看从哪儿能够去海边呢？这儿好像就行，拐弯吧，去到海边看看。看看这儿都把这地都圈起来，都据为己有了。这个海岸都是这宾馆酒店，都是这个小旅馆呀什么的。有这个栈桥，就是正经上海滩的。过去看看。海滩好热闹。这片海滩和佛罗里达的海滩不太一样。都是垂钓的人，都是海钓的。各种竿儿，好玩。玩的，玩橄榄球的小哥俩，这是得有多喜欢钓鱼啊！这么多竿儿，这么多装备，人头个大妈。
后再想看海就到这儿来。这地方离我们家那儿开车4个小时，去一趟佛罗里达开车最少也得8个小时。我是从一个栈桥走到另一个栈桥，刚才是从那个街里头，然后走走走，从这个海滩这儿过来，再回到街里去。这海岸可长了，要想走的话太远了，走不完。看这两口子是刚钓完鱼，多少个杆儿啊，那么讲究。我不懂这钓鱼的东西。嗨，这儿有一个小冰激凌店，我要进去买个可乐喝。Thank you. You have a good one.